在欺负大熊了。大熊哭得好伤心哦，到底谁会来帮帮他呢？让我们看下去。大熊，我这礼拜六要开演唱会，需要资金，所以快点把你的零用钱拿出来给朋友。对呀、啊，大熊，你不要再浪费时间了，赶快把你零用钱拿来啊！可是我爸爸妈妈没有给我零用钱，而且你们自己要开演唱会，为什么要用我的钱，不用你们的钱？少啰嗦！我看你真是欠揍。你没有钱，不会回去给你妈妈要吗？哇，好痛啊！哈哈，大熊你太弱了，还不敢回去跟你妈妈要钱。大熊别哭了。啊，我吴小福，你不要再欺负大熊了，我要去告诉老师。这时，静香马上去找老师帮忙。老师一听到消息，马上就来帮大熊的忙。那吴小福你们在做什么？没有啦，老师是刚刚大熊他弟跌倒，痛的哇大哭。对啊对啊，我们就要把他扶起来啊。才不是呢，看我小福正在跟大熊道歉，而且还打了大熊。怕吴小福你们缺钱吗？我告诉你们一个地方，只要去了就可以拿到钱。是真的吗？那快点告诉我们在哪里。那地址给你们，去了就可以拿到钱。这时胖虎和小夫拿到地址后，就立马出发往那个可以拿到钱的地方去了。究竟那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？为什么这么好可以随便拿到钱呢？让我们看下去。老师对我们真好，还告诉我们可以拿到很多钱的地方。是真好没错，但是看这个建筑，你确定是这里吗？而且恐怖。我们快走，这边好恐怖啊！是啊，是啊，我们快走，快走。这时，一群小朋友从房子里冲出来，很开心地拉着胖虎和小夫的手，要跟他们一起玩。胖虎和小夫被这群小朋友吓了一跳。院长，院长，有大哥哥来陪我们玩吗？太好了，好久没有来看我玩了，而且一下来两个大哥陪我玩。大哥哥，快陪我们玩，快来，快来！你们要跟大哥哥好好相处，要有礼貌，记得谢谢他们陪你们玩哦。你们去吧。这时，小朋友们拉着大哥哥的手，一边绕圈圈一边玩，玩得很开心。很快的一天的相处时光就结束了，到了太阳快下山的时刻了。哦，我干嘛跟一群小鬼玩啊？我是来拿钱的。跟这些小朋友玩很累，但是还蛮好玩的。大笨蛋，我们快点去跟店长拿完钱，快点回家了，我快累死了。大笨，看我们玩，看我们玩。小朋友们，很晚了，大哥哥们也该回去了，下次他们还会再来陪你们玩的。谢谢你们啊，现在已经很少年轻人跟你们一样喜欢帮助别人了，还来陪这些没有爸爸妈妈的孤儿一起玩，真是太棒了，你们好棒啊。我还没有当鹅蛋好玩呢，快点要给我们要给我们东西，我们要走了。对好对好，快把哥哥的东西还给他们。谢谢你们陪我们玩，这是我们亲手做的卡片送给你们。大哥，今天好开心哦，以后记得常来陪我们玩哦。大哥哥，谢谢你们。我爱你们。天哪，他们是真心爱我们哎。是啊是啊，而且他们还送我们卡片，还一直谢谢我们，太赞了。他们的眼神和其他人不同，其他人看到我们都害怕，但是他们都笑眯眯的看着我们，他们眼神充满了爱啊！原来帮助人的感觉这么爽啊！
我一定不要再欺负人了，我让大家都喜欢我。让霸凌从校园中消失吧，我们都是好朋友，我们要友谊不要暴力，要友情不要霸凌，我们反霸凌。小桃子剧场下台一鞠躬，谢谢大家。好，各位小朋友早安。你们是最棒的观众，今天好认真在看戏哦。来，相信各位有看过哆啦 A 梦吧？请问哆啦 A 梦里面谁每天都被欺负？大雄。请问哆啦 A 梦里面大雄都是靠谁的帮忙？可是今天哆啦 A 梦没有出来帮他，是谁帮他？除了老师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小朋友静香，非常好。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，胖虎跟小夫他要开什么东西？演唱会。可是没有用自己的钱，他用谁的钱？大雄。他是不是跟大雄要钱？可是大雄又没有钱，而且也不应该给他钱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的老师请我们的胖虎跟小夫去哪里？孤儿院。他们本来以为在那边可以拿到钱，对不对？没想到哇，赔了三个孤儿一块玩。后来胖虎跟小夫发现什么东西是很快乐的？友谊帮助别人是很快乐的。我们现在访问一下胖虎。来，胖虎，请问一下，欺负人开心吗？不开心。为什么不开心？因为大家都不喜欢我。真的哦，你辛苦了，所以下次要不要欺负人？不会啊。所以你们发现胖虎觉得不开心，因为欺负人大家都不喜欢他，所以他以后会欺负人吗？你确定吗？我们问一下胖虎。胖虎，你以后会欺负人吗？不会。那你以后要做什么？让大家都喜欢我。要怎么做？就是不要欺负人，然后做些善事。什么善事？现在胖虎很为难，要做什么善事？说出来三个字来。帮助人。来，你有发现胖虎说要帮助人就是做善事，所以小朋友，你们是不是要帮助人家？所以同学有困难的时候，你要帮助他，然后你就会赢得很多友谊，大家都爱你呢。来，现在举出你的右手来，举高高，右手举高高，非常好。待会我们要说我们反霸凌，再说一次哦，我们放在胸口哦，推出来的时候要说反霸凌，因为我们现在要摸着自己的心，真诚的说我们反对霸凌别人，好吗？来，再一次，伸出你的右手来。来，预备喽！我们试一次，练习一次，预备喽！我们反霸凌，来，正式来喽！要大声，让全校都知道反霸凌的重要性。来，预备，要大声哦，让全校都知道。预备喽，举高！来，预备，开始！我们反霸凌，来，小桃子剧场下台一鞠躬。感谢慧君老师的指导。好，我们谢谢慧君老师所率领的六年校班啊的反霸凌。